提升专注力，减压放松，超实用的冥想坐禅指南。在结束冥想坐禅之后，你可能会感到身心放松和充满活力，这种状态将有助于你更好地应对日常生活中的挑战和压力，并提升你的整体幸福感和心理健康。总之，冥想坐禅是一种非常有益的修炼方式，可以提升专注力，减压放松，并培养内在的平静和和谐感。通过适当的环境、坐姿和专注呼吸，你可以开始冥想坐禅的旅程。持续的实践和耐心将使你获得更好的效果，并享受到冥想带来的种种好处。不妨在现在就开始冥想坐禅，为自己的身心健康和内在平静创造更美。